300级的时间啊，所代表的是3年，好像听起来蛮漫长。大爱医生馆1000级了，1000级所代表的是一份努力。大爱医生馆5年了。医生馆以医疗人文为本，透过幽默风趣的内容，让医疗与历史艺术相结合，为民众打开亲近医疗常识的大门。外行人是看热闹，内行人是看门道。那么大爱医生馆啊，它有热闹，它也有门道，所以这点啊是相当不容易。那么简院长利用他个人的智慧，利用他个人的才能呢，把这种科技啊结合在一起。那过去我们常讲电视节目，它是有创意，也有这个所谓的这个专业啊，但是呢常常失去了核心价值。但大爱医生馆的确让很多人获得很丰富的一个经历，让观众啊获得更多更有意义的内容。北的大爱台有感恩茶会，在大林慈院的现场呢，马西做老街的有很多的同仁呢，满怀着兴奋的心情要跟院长来献上祝福。我们呢透过了连线来看看在大林慈院的院的现场，我们就把全球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欢迎收看大爱医生馆，我是啊不要怀疑，我是简院长的接班人啊，不是，我是伊的代班主持人啊。今仔日简院长无伫咧，由我简骨科啊来代班。我今仔日就借这个机会啊，来甲伊串位一下啊。咱首先咱来先看一百度，咱知影简院长根本都唔是人，头壳底唔知拢底啥物啊。倒手伸出来是一首诗，正手伸出来是一百度。来，咱就来看一百度。大家知影这幅图是为啥？大家一定拢唔知啊！这是1996年刘奇伟先生所画一幅水彩图。伊唔是毕卡索，但是伊相当这个仰慕毕卡索，所以就把这个毕卡索的上爱画这只牛，给画出来。啊，相当的程度，咱嘛感觉讲，这十年来，简院长都未输一只牛同款。啊，这11年来，咱干院长同款伫咱大拿这个所在，未输那一只老牛啊，唔是老牛，少年牛，拖甲变老牛同款。哦，安尼伫这块土地一只耕耘，所以伊的精神实在是相当甘心。人讲吼，甘愿做牛，唔惊无犁通拖。啊，对简院长来讲，伊免犁田，伊免做牛，但是呢，伊甘愿上电视，你都唔惊无节目通好做。吼、哦、啊，上上山落海，拢同款会当做甲足够专业、足够水气的。所以这十年来，咱真正是真钦佩。啊，最后我要借这个机会，我要向院长来讲几句，四句言哈、哦，简单直接，无同款，秀字不同，医生馆，信息行政3000级，世界第一温动算。虽然这10年来，院长少了，休息时间
多的准备时间，但是我相信院长也收集了不少的东西，然后也成长了很多的智慧，相信这些智慧能够断他的三千烦恼丝，所以我们现在有几句话要送给院长哦，来我们一起来念哦，来，十年有成，三千不断，大爱医生馆，请安生生世世的医心观。大爱医生馆这个事情啊，因为杰院长有这样的天分，那大家都很清楚，我们大连企业的时候呢，我们就开始每天呢跟精舍连线志工早会，那这个天分呢被上人看见了，到目前为止还是志工早会心得分享最多的记录保持人，而且呢他是有准备的，他会去准备资料，所以他讲出来的通通是有根有据，都是还有更重要的一点呢，你卫教啊或者是医疗这个东西非常的枯燥简单，他会把一些古今中外啊艺术啊通通带进来，特别是画，所以每次他到国外去旅行啊，特别欧洲罗浮宫也好啊，大英博物馆也好啊，看了些什么画，我们回来哈就可以坐一阵子，因为那些画再结合我们的医疗，他都可以讲出一套大的道理啊，所以这个就非常吸引人。他哈虽然是做大爱医生馆，但是他并没有放弃，不光是整形外科，现在院长啊职务忙得真是非常的忙碌哈，可是这一个部分专业的部分仍然呢做得那么出色，这个跟我们志工很像啊。我们志工，我们从开始到现在，如果计算一下他们所付出的哈，用金钱来衡量的话，那是天文数字啊。所以这个钱院长啊，对于大爱台的贡献啊，从这个地方十年来三千起。可以看得出来，感恩林执行长，感恩您。大医生馆呢，每周播出七天，每一天虽然说只有短短的十分钟，但是影响力啊十分深远。还有呢，是观众朋友特别的远从台北到了大林医院来求诊的。七年前，一个小女孩就因此而遇见了名医，改变了她的人生。接下来，先来看一段影片，蔡雅梅的故事。不用怕了，现在跟你之前拿伤口那个完全不一样啊。他现在很痛呢，没有，他可能会姿势很，对对对，姿势这样的时候会有点那个不舒服哦。你们会惊啊，你不用怕，不用紧张。稚气的脸庞有些惊恐，这也难怪，前一天才截掉左小腿，就算是大人也无法坦然以对，更何况是一个不到十五岁的小女生。一出生就因为先天性严重的足部血管瘤，让雅梅在最近几年每天都要承受着血管破裂所造成的伤口疼痛。好啊，所以你不要偏这样太厉害，偏这样太厉害，这些地方都会痛。虽然大家都舍不得啦，不过没有关系啊，反倒会更好。这样有没有害怕？心疼这么小的孩子，必须面对这样的人生抉择。简副院长不断地用话语鼓励着雅梅与妈妈。看着手术前雅梅为自己的脚所拍下的最后留念，血脉怒张的样子，不难理解他带给雅梅的痛苦。有一次，既然他在换药的时候，他没跟我讲哦，他自己在换药啊，在房间自己换药，结果换一换那个血，用喷的哦，他也没讲，他自己之前止血。那不知道为什么，我刚好进去房间，我看到的时候，整个垃圾桶都是血。伤口所带来的疼痛，常常让雅梅彻夜难眠，但这些雅梅都可以忍受。难以忍受的是血管瘤的伤口时好时坏，
严重的时候，亚梅只能穿着拖鞋到学校上课。不懂事的同学总会在亚梅的背后指指点点，我说你的脚为什么长的，我说血管，什么是血管瘤，就问你这样。对，民国93年，亚梅的妈妈开车载着亚梅从北部南下求医。虽然检副院长希望尽量帮亚梅保留完整的肢体，但溃烂肿胀的血管瘤还是逐步的吞噬亚梅的左脚。而此时亚梅做了一个连大人都佩服的决定。这次是我先提的，他自己跟医生讲。你怎么跟检副讲？我就问医生说可不可以截掉，因为这样子伤口就是一直碰撞，胖又怕别人弄到啊，而且又常常流血啊这样子，所以就想说，我就问医生说可不可以截掉这样子。医生本来是没有，就是不想要答应，后来结果我就问医生说，如果截掉有没有好处还是坏处啊？我问他，他跟我讲，后来我回去想一想，算还是截好了。勇敢的亚梅为自己的人生做了决定，决定舍弃陪她13年的左脚。再回到校园，没有脚的负担，亚梅整个人像脱胎换骨般，一样腼腆的笑容，不一样的是多了一份由内而发的喜悦。有啊，变得很开朗啊，差好多、哦，差蛮多，而且他自己也很蛮肯上进的、啊，我是觉得还蛮不错的。对不对？有什么好笑？真的啊，亚梅好棒啊！而且亚梅今天呢，和妈妈也一起来到了我们的现场哦。来，欢迎亚梅和蔡妈妈。院长，这是我们要给您的惊喜，有没有 surprise？ 好，来，亚梅，也请院长一起来吧。哇，院长。看到了亚梅很开心哈，亚梅，你现在身体状况好吗？都稳定了。嗯，对。哦，太好了。那妈妈啊，妈妈，你好感恩简院长哈。妈妈，你那个时候啊，是为什么会带着亚梅到大林慈院去找简院长呢？其实是因为我姐也是慈济的会员，那她跟我说大林有一位简医师、简副院长，蛮。应该是人心人数就对了，结果想说好吧，那就因为已经找过很多医院都看过了，那有的医院也是一直建议说叫我给他截肢，可是我真的是很不舍，结果就想说好吧，那就去试试看，结果不知道为什么，可能是因缘际会下，那就遇上检副院长，所以他就帮我的一个很大的忙，也让亚梅今天有一个健康的身体，这样子，谢谢你，真的很感恩。亚梅，你好信任简院长哦，对不对？因为简院长一直很努力，想要让你不要截肢，到后来要帮你动手术。那动完手术之后，你自己觉得身体有什么样的改变吗？就身体变得比较健康，不会像以前这样每天都很酸痛这样。那个时候啊，也有一番挣扎，对不对？简院长给你很大的信心。嗯，对，真的。那对，现在呢，你都已经是亭亭玉立了，念大学了，对不对？嗯，对。今年的暑假，你还回到了大林慈院做志工。有。就是要把当时哈简院长对你的这一份的爱跟关怀，你也希望能够传递给其他的人，对不对？今天呢，我看你还特别准备的花，听说你还亲自做了卡片要送给院长哦。哇，你要不要帮我们读一下？从小到大，院长，你是我生命中最重要的贵人，也是我最在乎的人。你的笑容总是那么灿烂，你的人是善良的天使，你的双手很温暖。我好希望成为你心目中最好的一位病人。我的大粉丝，你辛苦了。院长，你看到的亚梅今天能够这么的健康又这么的开朗，真的是最大的安慰了哦。也许大家很难去想象一个十几岁的一个少女要做这个决定是多困难，她的勇敢永远不但鼓舞了其他的病人，也对我事实上很大的一个影响。我们都尽量想这个脚要保留，但是看着他每次换药那样的一个痛苦，那样的一个流血，妈妈的不舍，
他自己做了最重要，因为我们知道那个是事实上可能是要走的路，但是大家都不敢跟他讲。他慢慢体会到对这个家庭他要走出什么样最正确的路，然后现在念大学还回懂得回来当志工啊。我想这个这种病人，那应该不是讲他是一个病人，而是他反过来当一个医生，他来医更多的病人。我们非常非常感恩看到他的一个成长跟进步，感恩。感恩院长，也感恩雅梅和蔡妈妈，让我们看到最美的医病情。感恩蔡妈妈，谢谢你们。请我们今天在这样一个特别的日子里面呢，人文置业中心的执行长王端正执行长也要太特别的代表我们的人文置业献上最特别的祝福。我们呢了解到了，这个是院长呢自己最喜欢的两句话。有书有笔有肝胆，愈狂愈侠愈温文，这个是简院长最喜欢的两句话，这也是代表他的涵养跟他的特质。我们请这个台湾最有名的书法家张光斌先生，他已经90多岁了，他是我们台湾的国宝，他的这个学生啊满天下，我们特别请他写的几个字，我们今天特别送给院长。所谓十年磨一剑啊，这个磨这个剑做什么？就是守护生命，守护我们所有老百姓的健康。这把剑不是现在，是磨了十年，未来发挥的更大。它是一念三千啊，这三千可能影响未来的很无量无数的众生。可是他这个一念，他有很多的观念，很多的智慧，很多的慈悲，不是现在养成的，所以他的内涵不是一朝一夕的，是长期涵养起来的。尤其他那个反应，他从一草一木里头就可以把它引用到医学来，从一幅画，从一个图案，他都可以把很深奥的医学能够表现出最贴近民众，那这是很不容易的一件事情。所以这个简院长，我们非常希望你不仅三千级啊，这个三千宠爱在一身啊，我们现在所有的宠爱都在你的身上啊，你不能离我们而去啊，啊，这个一定要继续努力，好不好？继续留下来，不是为大爱台来这个付出，是为天下苍生来付出。因为透过大爱台可以把很多正确的健康的观念，正确的医药的观念，正确的疾病的观念可以传播到世界各地啊，那这是功德无量的一件事情。走过十年来，我的感想大概就很像王国维《人间词话》里面讲的，这个人生有三个境界，第一个境界就是昨夜西风凋碧树啊，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啊，就是有一些理想，外界环境啊并不是很好，走上高楼看到远方，有自己的理想跟抱负。第二个境界就是未已消得人憔悴，衣带渐宽终不悔，还是要努力啊，虽然碰到挫折。第三个境界，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我想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经历这个三个阶段，我们后来发现那人是谁，那人就是慈济，慈济就在灯火阑珊处，慈济就是打动人心的那么样的一个力量。我们能够何其有幸啊，跟这个慈济的力量结合在一起，跟大爱台的力量结合在一起，让大家知道，尤其让医界知道，那人是病人，那人是人文，而不是一个病，而不是健保，而不是医病互动的种种问题啊！所以感恩大爱台啊，让我们有这样的一个因缘呐、啊，在这个地方发挥一点点希望医界跟民众沟通的平台。所以再一次啊，非常非常感恩。如果十年前我知道会有这样的情形的时候，大概也不敢主持了。但是我们一定会去。
注意到也认知到我们大家那份的一个心，我们一起努力啊，希望把大爱台整体的这样的一个这种水准啊，在大爱医生馆里面也能够有具体的一个呈现。再一次感恩师兄师姐，还有感恩我们大爱台，感恩总监，感恩副总，感恩执行长。我可以这么说，他是当代最重要的一个医学保健的一个宝典。那除了嘉惠民众以外，那其实呢我们当医生的也获益匪浅哦。我们在看简院长的节目看到简院长他对疾病的描述呢已经跳脱单纯由生理学病理学的角度，而由更宽广的心理学社会学的面向来谈这个疾病，所以我们也跟着学习，用这样的态度来看着这个一向都是比较枯燥的医学。那慢慢的我们也能够把本来是密封在象牙塔里面的这一门这个自然科学呢慢慢的可以跟人文科学、社会科学试着把它结合起来。那我相信用这样的关怀的一个态度，当我们面对病人的时候我们确实更容易能够做到医病医心医人的全人医疗。所以在这里再跟简院长我最好的同学说感恩。我还是要一方面呢要恭喜他呢哈，在我们同学里面呢，让他今天呢走了一条别人以前没有走过的路呢哈，那有今天那么好的成就呢，那我一方面要恭喜他，一方面呢也真的是觉得说以有这样的一个同学为荣哈。我觉得他应该还可以继续做下去吧，我不晓得。我的鼓励就是说，我其实就是我觉得我们的认同哈，还有我们的这个期许哈，其实就是对他最大的鼓励了。所以他是用行动来领导，他是用以身作则的方式，他做得到的，他自己有在做，他才敢叫别人做。他做因为他做得很好，我们不做也不行，所以就是自然就跟着他就 OK 了。他都以身作则，我是觉得真的是。这当院长也不是人干的，院长可能是外星人。在专业跟在医疗人方面哦，是其实所谓的一个很好的一个 role model， 不管是对年轻的医生，或是说就算对我们这种比较中生代的医生，都是很好的角色。他其实很注重，因为他常说，他希望能够把医疗这种关系回归到最基本的医病的关系。其实最基本应该就是人的关系，他一直在强调人的这个关系。对啊，从他的言行啊，从他的演讲啊，从他的节目的播出，你刚才发现他都是先以人为出发点。他有身为一位医师的傲骨，非常的有骨气，可是他没有那个所谓一个高高在上的那种傲心。我觉得院长很温和温驯，而且他非常非常的关心我们的下后辈，像常常问我们，每次开会都会问我们说，哎，这位实习医师、住院医师有没有吃饱，有没有睡饱，然后学习的状况怎么样。而且还有一点，我觉得他让我人格上让我最佩服的一点是他非常非常的坚持，他对他觉得是对的而且是有兴趣的事，他会一直坚持的一直做下来。就像你看书这件事，他非常非常的喜爱看书，获得薪资。所以院长你到现在每天都还一直看书，一直在看书，然后一直在努力的充实自己。